全球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大爱一心观》。嗯，我们是啊、呃，这个落叶要归根了，这是大家共同有的一些想法。哎，家乡的那份的一个思念，永远是。 哈，不管是文学作品，或者是音乐里面常出现的那样的一个主题啊，也对我们的一个成长的一个塑造影响是非常深远的，这是非常重要。人是这样，动物你有时候也很难想象。你看这样子一个湍急的一个河流啊，然后呃，可以有人要逆流而上，这是鲑鱼。 要逆流而上，你看它这个困难是多困难的情形啊！可是它为什么要这么做？就是要回到它产卵的一个地方，它原始出生的那个记忆永远留在它心头。可是这个过程中，除了这个呃地理环境的这个危险因素，我们要可以了解以外，诶、哎、北极熊在旁边等着，就可能被吃掉的一个状况。可是它依然嘿。 不会动摇他这份信念了，单纯还是要回到出生的地方啊，让人家啊、呃、这个很难想象。不过这个表示动物的那一份的一个本能，对于一个故乡的那一份的一个思念，是深植在我们大脑里面，哎，永远不会改变的事情啊。所以有时候出生哪里？ 爸爸的故乡是在哪里？阿公的故乡在哪里？有时候去走走，去溯源一下，也是蛮重要的一件事情啊。尤其更可以了解我们从何而来，为何而去的啊、呃、那样的一个使命啊。好，那个溯源，那也大家看医疗一个材料的一个设备的溯源，请您看一下。 这不是全部啊，大概是呃这样的一个状况，主体是这样子。这好像有个旋转的一个东西、啊，然后有个东西经过这个这个旋转钮，可以把这个力道往前送的一个状况，请您猜一下这是做什么用的？这个医疗的。 这个用途，距今也不是很久的事情啊。可是很难想象，它竟然呃，在那个时代用这样的方法来治疗。好，刚刚讲鲑鱼啊，溯源那个鲑鱼，那时候慢慢的要呃到达它出呃这个产卵那个地方的时候，颜色就会变成红色。 所以不只是呃心态上是这样的，要回到故乡的地方。到后来，哎，这整个也变成呃红色，然后产卵完以后，它就死亡，死亡以后就把那个养分再滋润给这个大地，这形成一个呃循环呐、啊。这也是让人家蛮呃惊讶于大自然界的另外那一份的呃环保的呃整个的一个周详的一个运作。好，红色，哎，一个女生化成红色的一个呃主体，然后以背景。 呃，就是背后，呃，脖子的背后为主要的一个素材，哎、呃，跟头发完全不看到脸，可是你展现出那样的一个风韵，或者是呃迷人的一个地方，也是让人家非常佩服啊。但是想到这是不是日本的画家，因为艺伎呃，日本人特别着迷着迷于呃这个颈部背后颈部的脖子那个啊。呃 刻意抹上白白的，边不是，这个是法国呃，法国的画家叫呃卡罗勒斯呃，这个杜兰呢，这个画的女生的那份的呃魅力啊，还是呃抓的呃让人家入木三分的、啊，完全不看到脸可以，头发就可以了，脖子就够了啊，有就有那样的力道，脸不太重要。例另外一个例子，你看这个脸，你完全搞不清楚那样的状况。 可是她的肢体语言，她的长长的秀发所呈现出来，再加上她正在念一本书的感动，这是二十世纪的呃芬兰的画家叫海伦谢尔夫贝克，这个画家他画的，你看就一样，可以感受得到那种特殊的哎，让人家着迷的那份女性的投入，那个不一定是说你要跟着他哎对望的那个情形，他看着书本的。 这个这种这深层的那样的一个专注啊，也是让人家非常着迷啊！啊，专注于另外的头发的一件事情啊。我们看一下那个瑞士的画家，这个艾尔伯特·安克尔，安克尔他画的二十世纪的画家。你看这小女生，这个非常专注于编她的一个呃辫子的一个状况的时候，呈现出来那个分的专注，还有那个衣着朴实，哎、呃，这一边还没有。 编好的一个状况，一边编好的一个情形的时候，那个动作啊，那个那份的一个呃整体的一个呼应啊，完成与未完成，年轻与呃未来的一个希望啊，都可以让我们感受的非常深刻。画辫子的一个女孩，给大家再来看一幅，哎、呃，这个呃绑着辫子的这个女生啊。 这个您猜得出是谁的画？大概有点困难，因为他跟他原来画的肖像画，尤其是女生的部分，很大的不同啊。莫迪尼亚尼，莫迪尼亚尼，十九二十世纪的一位意大利的一个画家。你看画这个女生啊，这颜色也一样是红色，连背景都有点红色，然后所衬托出来女生的这个气质啊，颜色呃这个轮廓。 都用比较深刻的线条来去呈现，然后瞳孔，你看它会放光哎、欸，那样的一个状况。然后这个脖子也有点拉长，这个就是莫迪利亚尼的一个特色。这个脖子拉长，这还在鹅蛋脸那样的一个情形啊，呃，让人家感受这个脸型以外，更重要其实就是那个眼神，那个眼神哎，直视着我们，似乎青春活力、少女情怀，我们可以。 感受得到那份的一个热情啊，呃，很不容易。这跟莫迪亚尼其他画作很大的不同。他其他画作大概是这样的为主。他尤其是画他的呃未婚妻，后来就是变成他太太太的真理啊，都是脖子长长的。然后很重要一个特点，眼珠啊不太画出来的。你看，没有画眼珠，当然是他的特色没有错。不过没有眼珠跟眼珠啊这个差别。 还是蛮大的一个状况啊！这个有眼珠，看起来就更好一点。然后这个小女孩有眼珠，而且把眼珠放大的情形,形，看起来就更有神了、啊。所以这个女生她也画了另外一幅画，相对之下，这个似乎。 感觉就没有那么样的一个呃，这个热情的呃，那份的一个呃眼神可以感受得到，所以眼睛画大画小，哎，也蛮重要的一件事情啊啊。轮廓，它用呃比较明显的那样的一个线条来刻画出轮廓出来。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轮廓啊，哇，会吓一跳。这本身当然，你从外表大概也可以知道，一个四十多岁的一个男性病人，这从正面来看的电脑断层，可以看得到这个脖子。 呃，事实上是在我们的耳朵下面这个地方有一个很明显的一个肿瘤，这么大，大概十几公分大的一个肿瘤。这个肿瘤里面的成分呢、啊，显然也不是完全均匀的一个状况，呃，在这样子。那在这个地方的一个位置的一个肿瘤要开刀，确实也有它风险。那你说肿瘤变成这么大了，这么大一个肿瘤，那为什么这个这么大的一个肿瘤才要来开刀？就有时候我们。 这个是现代哦，不是很久以前的事情，这是现代，所以还是要让大家有一点正确的医疗知识。因为这个放大，呃，肿瘤变大以后，这个就变成是一个腮腺瘤的恶性的变化，变大变恶性，那当然预后也就会变得比较不好，因为它是从这个腮腺长出来的，那一开始比较小颗，那后来越来越大的一个状况，那这个呃，这个呃。 专科耳鼻喉科的专科医师啊，也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这个肿瘤拿下来，非常不容易啊！啊，这个肿瘤称重啊，大概五半公斤左右，这么重的一个肿瘤挂在脸上，实在也很难想象。而而且过程中非常辛苦，因为必须要这个肿瘤这么大一个肿瘤，我们要把这附近的颜面神经要保留好啊，不然的话开完刀颜面神经会受伤的。就是这个是颜面神经，必须要把它保留好。 把肿瘤拿掉的一个状况，所以如果早期这样的一个肿瘤，我们早点跟它拿掉，这就风险会降低，也不至于会有恶性的一些变化会产生出来。好，一开始请教大家，这是什么样的溯源？它的一个呃仪器设备到底做什么用？我们整个请出来给大家看一下，前端呢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形。 这个前面有一点，这个蓝色是一个示意图啊，就是一个它可以夹住前面硬硬的一个东西啊，夹住前面硬硬的东西，然后在这里你旋转的过程中可以把它夹碎，它就可以排出来。这是用在膀胱结石用的，看不到结石啊，所以刺激哎，这放进去以后，哎捞捞看看可能有石头，想办法把它夹住，给它弄碎啊，非常恐怖啊，没有麻醉，你赶紧收看。